口红灯不断闪烁，双载机车一骑过路口，遭屏东警方拦下。行经闪红灯的路段，没有先停车再直行，机车骑士遭警方取缔开单。没多久，女骑士经过同一个路口，同样被警方拦下，听到要开罚，还一头雾水，来到另一个闪红灯路段。后置同样红灯闪不停，观察机车骑士大部分在路口直接骑过去，几乎没有停车在骑。警方交通大执法，把闪红灯路口列为取缔违规重点。闪红灯未停等，未唤起驾驶人安全观念，针对辖内易肇事路口，加强相关违规项目取缔。很奇妙啊，觉得下来怎么会这样子被人家挡下来？啊，我弄个门，你讲到那个就是要稍微停一下再走。A 到路口的话应该怎么做？就是你要停下来，脚放下来，才能走。大多民众以为闪红灯的路口只要稍微停顿就可以，标准做法是真的在路口停等一下，确认安全再启动前进，否则罚锾600起跳，最高1800元。屏东警方在易肇事路口交通大执法，骑车开车遇到闪红灯路段得特别当心，以免挨罚。三立新闻朱俊杰、翁玉文，屏东报道。